其實"政治"這個中文字，我想主席都是近200年來才在中文詞彙中有的。那看回它的根源，一個希臘字呢 ，poly 的意思 ，poly 呢就是很多人的意思，即是話亦都話係好似中文講嘅係眾人之事啦。politics 嘅來源喺希臘文個 polis 咧係指城市咁解，解 city 咁解。嗰個 poly 咧 ，poly 嗰個咧係嚟自另一個詞源咧 ，polis 先至 many 咁解。係臘肉個臘，唔係獵人嘅獵。